心不动于威力之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。点点，心不动于威力之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，化用了古代慎微和慎欲两种思想。论语中讲，无欲速，无见小利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道德经中讲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。示意，心不动于威力之诱，是说心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，因此失去操守，坏了大事，忘了大义。目不眩于五色之惑，是说不要被五光十色的外界所诱惑，不要被欲望牵着走，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。